他们历经沧桑，见证古今，却不会说话，亦无人倾听他们的故事。雅舍的东西不讲价格，只讲缘分。器物有灵，你就是他的有缘人。人有命，花有期，漫漫千年，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煎熬。原来我真的什么都不能改变。这出戏是该落幕。汝之心愿，吾已知晓。